真的，开门。来了。咋了？嘘，要再上来屋过来。你们干啥？关上门。不能让 CC 听到。我躺这儿吧，我想了半天，我觉得吧，我应该送给 CC 一个礼物。因为吧，你从看从我搬来到现在吧 ，CC 一直对我都挺好的，对我特别照顾，又给我买礼物，又给我订外卖的，我也能感觉到他可能是有点喜欢我。我现在就感觉我特别亏欠呢，知道吗？我就想买点礼物送给他。行，你有没有啥好的推荐？因为我不是很懂啊。那你就买点实用的。我想买给他买衣服，行吗？衣服不行，衣服你挑不好，而且男女眼光都不一样。那我给他买双鞋呢？那送鞋的呀？我看他们都穿什么 AC 啥的了。你送鞋？不，我觉得你还是送货币呢。哎，你的预算是多少？我的预算吧，就3000块钱左右呗。那就货币刚好用那个2980。我的妈，那行啊，那我明儿去买去吧，晚上给他拿回来。行，等会儿把牌子发给你。你不能生气吧？我生啥气啊，这本来就也是对的呀。行，谢谢你哦，没事儿了。嗯嗯，我走了。嗯，哦对啊，你怎么买啊？我信用卡呀、先刷着呗。别老刷什么信用卡了，告诉你把钱还完最好别用了。没事，我能还上。行了。不是，你咋又给我转钱了呢？哎，我退给你不行。那你这钱还还我，不用了。不行，哎，那不用，我给你转回去。转回来我就生气了，等你挣钱再还我。嗯，那行吧。那谢谢你啊，给 CC 买的礼物，呵呵，估计他看了会很开心。哎，那搁这儿呢？嗯，买回来了。还是这个吗？嗯，是这个。不，你穿这点在这坐不冷啊？不冷，我也不知道为啥，天天感觉很热。CC 回来了吗？在干啥呢？我数柚子粒呢。哎，回来了。哎、今天还这么齐坐，都搁这坐着呢。我跟真真俩专门搁这迎接你呢。等我呢？那可不。哎，今天外边下雨没挨浇啊？小皮帽，叫皮帽整的啊，整的跟那个开战斗机似的啊，老浪费了。来来，你坐这儿、啊，你坐这儿，你坐这儿。让我坐这干啥呀？那个送你个礼物。哎呀，还有礼物啊？这你买的？对，今天特意我去给你买的，然后还是真真给我推荐我让我买的这个呢。那一个月工资没了吧？哎呀，没事儿，都小钱儿，你喜欢就行，你喜不喜欢？当然喜欢了。擦吧，祝你用了这个化妆品以后越擦越美丽。还有，我想跟你说个事儿。啥事儿啊？你看啊，我从搬到这个房子里以后呢，我感觉你对我一直也都特别照顾，又给我买衣服，给我点外卖的，能感觉到你可能对我有点意思。干啥呀？我觉得咱们之间在一起当邻居当朋友那种感觉特别特别好，尤其经过前两天的事儿啊，怕给你造成一些误会。哎呀，我明白，我知道你心里是咋想的，我心里边都有数。你现在不也是单身吗？是不是不能剥夺我去喜欢的那种权利？明白我心里咋想的就行。你没生气吧？我没生气，我是在气啊。啊，没生气就行，我都紧张一天了，这一下我就很轻松了，轻松多了。哎，对了，还有一个事儿，就是我的出现会不会影响到你们闺蜜之间的感情啊？太把你自己当回事了吧？俺们永远不可能。俺们姐妹认识这么多年，因为你还破坏一下我们感情了？那就行，那就行。我那啥，我换衣服。行，哎呀，这可太好了。说轻松，我感觉轻松多了的呢。小亮的心放下来了。对呀、我给他买礼物，你没挑礼吧？我挑啥礼呀、要我说，你有格局的。那本来就是你该做的呀，对你这么好。咱们做点饭吃，我给你炒俩菜，行不行？那我也给你炒俩菜，咱俩一起做。行。走，起来起来，精神精神。干啥去？这大半夜的正睡觉呢。咱们出去吃点饭去，走。我不去吃饭了，这都半夜12点了，你还吃啥饭呢？我都把他俩都叫好了，我们都说好了，就差你了，你快点的。你起来套上衣服，咱们 去吃点饭。太能说了，你这人啊。想跟你们说个事儿。啥事儿啊？你就在家说呗，还得偏得出去吃饭说。哎呀，咱们好长时间没出去吃饭了。你们都研究好了。俺们刚才搁群里都跟他俩说完了，说完了。走啊，走啊，快点吧，就差你自己了。嗯，走吧。走吧，等会儿我穿个衣服。不是，我还有点睡，有点懵。哎，走吧，走。午夜12点，夜深人静了，这啥妖怪是真能捉呀？今天这海底捞感觉有点冷清的，怎么的？哎，这边人多了，我感觉一点不撒谎，这就是有条件人的生活。半夜吃点海底捞，你说正常上班的啊，我吃点肉就行。不是你啥事儿啊？到地方了说吧。咋跟有病似的？还没吃呢。我心急 ，OK 了，这菜也上齐了，都下锅了。谁你想说啥说吧？说啥事儿啊？多大事儿？你要出嫁呀，还咋的？还得出来吃点饭说，好事坏事。咋说呢？就是大家一起吃个饭，然后我可能过两天就回家了。回家？
我们也回家啊。对呀、啊，过年不都回家吗？那有这个啥大事儿啊？整的一惊一乍的。没有，可能过了年你们就看不着我了。啥过了年看不着你干啥去了？我有可能就不回来了。为啥不回来呀、啊？就是是咋的？是我。我昨天说啥了？啥话的事儿吗？没有没有，跟你没有关系。我从大二就开始出来了，一直在外边，就今年感觉特别累，明年就不想回来了，想在家就是干点。不行，你走了，咱们女子三千就少一个人。你这个消息有点让我们没有准备啊。没事，咱们今天就吃个饭吧，然后跟你们说一声。这还咋吃？这都吃不下去了。吃呗，等到时候我回杭州来看你们，那不一样吗？不一样。不是你好好考虑考虑，咱们在一起不挺好的吗？以前你是一个人，现在咱们不是四个人吗？大家有事儿都能一起帮忙吗？对，咱们现在是一个小家。对呀、啊，咱们也相当于一个小家嘛。有时候觉得自己其实挺难的，没事，咱们开心点，咱们别哭，我心里都不得劲儿。没有没有，咱们出来咱们就开心点，咱们吃乐呵点，咱们好久没出来吃饭了，是不是？哎，你们都高兴点，吃饭呀，吃饭吃饭，来加点肉。我想劝劝你，我们都不想让你走，过年咱们再回来呗。我希望咱们以后在杭州都能发展好，然后一人在杭州买套房子。然后咱们还能接着当邻居，他不回来属实给我们闪一下子呀。我觉得我自己挺幸运的，能遇到你们。阿珍对我特别特别好，陶敏呢也特别好，你呢就更不用说了。我觉得你就像是一个大哥哥那种存在，所以说感觉可能对你也是有一点依赖吧。服务员，给我来一瓶啤酒。干啥呀？不用，我给你点就行。给我点两瓶啤酒。多大点事儿啊？这是很大的一件事，喝一杯。少喝点吧，你别喝了。啊不行，你都喝几瓶了？哎呀，没事。看你脸都红成啥了，还搁这喝呢？没喝几个。吃点东西呗。别喝了。C C， 你这事儿给我打击太大。你把那杯给我来，空杯。你要再喝，我就跟你一起喝了。你别喝了，今天就多余出来吃饭，这饭也吃不好啊。高兴点吧，乐呵一点。行吧，吃不下去了，要咱撤吧，我有点难受，坐不住了，行吗？行，回家吧，走吧，走。咋呀？昨天我俩跟 CC 聊了好一会儿，不行，他执意要走，我俩劝不住。你俩咋聊的？也没说啥，就简单说了几句。你还得去，还得我出马呀、啊？嗯，不行，咱俩一起看看。行啊，看看我也有走，咱们就不要让他。对呀，我也先回来跟他聊聊呢。今儿一天上班我都没上好，走吧，去吧，去问问去吧。CC， 开门。进去坐呗。我们来探望你来了。这咋的？你现在是重要人物。有什么话想对我说？真不回来了？真想好了吗？好像不想回来了。我上学这么多年，就是陪我爸我妈时间也比较少，然后这回回去想好好陪陪我爸我妈。我自己在外边没有人陪着我。就你这废话说，没人陪我仨这么天陪着你呢吗？还咋的？不都单身？张真也单身，我也单身，曹敏也单身，不都在外边拼搏呢吗？年轻人不就得有这股拼搏劲儿吗？看咱几个在一起多好，每天开开心心，其乐融融的。说到这儿就想起来，咱们刚认识的时候，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。阿珍对我态度极其恶劣。我觉得你刚才说，我觉得你就傻了吧唧，是个傻小子。我这叫接地气儿，什么叫傻呀、啊？上来咔咔就敲门。那你废话，你做人你不就得会交朋友吗？因为作为一个男人，我不就得主动点跟女生多打招呼吗？对不对？第一天我见阿珍，我敲阿珍房门，那家太牛了，当时不让我拍，给我一下给我撵出去了。我当时我就想，就这女的这辈子我都不带看上她的。那肯定。是吧？他当时敲完门就拿个手机对着我，我头都没有看见，我寻思啥玩意儿啊？我还以为干啥呢？是不是觉得自己可漂亮、可美了，怕我侵犯你 ？C C 不错，第一次见 C C， C C 就特别热情，可能也是被我的颜值所吸引。哎，我开门那一瞬间， C C 还害羞了呢。只不过我衣衫不整，我觉得哎妈，还是个异性进来，那我肯定得整理。是高兴多一些，还是害怕多一些，还是讨厌多一些？五味杂陈，难以形容。C C 性格挺好，当时晚上我们做饭，这家张真真都不吃，曹敏没在家。我第一次认识真真的时候，就觉得他可牛了。C C 就是可通情达理、可接地气儿的，我俩能玩一块堆去。曹敏就一直对于我来讲就是非常神秘的存在。着急忙慌上班，我没看着。对，着急忙慌上班，我寻思这家一看就是个工作狂啊，太认真了。曹敏也平时也不太愿意吱声。那个词怎么说？曹敏是什么？行无影，去无踪。嗯，咱们一起跨过年，在一起吃火锅。元旦包饺子。然后咱们又出去逛街，出去玩。哎呀，
真太开心了。可能这几年最近最开心的时候，每天就真的开心。你多想想咱们美好的时光啊，多好啊，真的能相聚一起就是缘分，对不对？你好好考虑考虑，研究研究吧，我再想一想，如果要是能回来我就回来了，如果要是回不来就等到时候我事业有成回来看你上趟厕所。你大小的啊，你还管我大小呢。咱等一会儿炒米再说吧。呀，回来了，厕所一趟心情舒畅，这一想想以后啊就不能再聚一起，真是莫名的伤感。我感觉你走了，这屋就缺少了灵魂。因为你看啊，曹敏的性格也比较闷，真真也不太愿意说话，就 CC 活泼点，就他俩活泼。你再一走，我跟谁活泼？我瞅着真真还有点尴尬，瞅曹敏我还不知道说啥。你要一走啊，我都用抑郁。其实你在我心里的位置还是挺重要的。你想说啥、啊、呀？我没想说的呀。多好，咱们畅想回顾一下以前的开心点点滴滴。我还在想过完年之后咱们去哪玩呢？对呀、啊，过完年咱们出去旅旅游，回来吧。过完年就回来。我研究研究。还研究个屁呀、啊！你回来就完了呗。咱就按 CC 不回来整，咱能开心一天是一天。明天再出去玩一玩，行乐呵乐。你看一说玩可开心，行不行？嗯，行啊。行，那明天咱早点起来。那明天晚上就 CC 就不想走了。对呀，那行，那咱早点休息，今天研究研究去哪儿、咱搁群里研究呗。啊，行。OK 啊，那走，我回屋吧。你们睡，早点休息吧。晚安。好好考虑考虑啊。拜拜。拜拜拜拜。看吧，还是得我出啊，多少有点效果，状态都不一样。那么好，本来说今天起来早点出来玩，现在已经下午了，白搭了，谁也没起来。这个点也就能逛逛商场了。今天就满足你们愿望，我给你们当把拎包小弟儿，消费，接着消费就完了，全场消费由你们自己买单。这多么好的城市啊！承载着多少年轻人的梦想，你却要离开这个商场。曾经来过，我记得我第一次来这个商场的时候，给我吓完了，我心里都突突了。我记得我俩穿拖鞋来的啊，现在好多了，也算是跟你们见着世面。我不买还不让溜达溜达吗？再说呀，这一楼咱就别逛了，属实沾点高端了，咱往楼上瞅一瞅吧。现在看反正也不买。哎，这么拍你们就高了。这二楼还是比较亲民的啊、哦。那有个 Zara， 咱去瞅一眼来。Zara 还是比较适合我这个身价的啊、哦。哎，就这地方你就随便逛，敞开了逛，能花几个钱啊？现在看不像以前了，以前一眼就相中一个了，现在可难了。我看那个网上都有男朋友给女朋友挑衣服，我给你仨一人挑一件，完你仨试试咋样？哎，我眼光太行了。行，来吧。行吧，准备一下，我找找。好，你们就等着惊喜就完事儿。先给曹敏挑一套。哎，这个这衣服，再来一条这个裤子。好，拿着来，这是你的。我再给你挑双鞋啊，我刚才看有一双鞋不错，就这个，去试试去吧。这双鞋交给你了，我相信你能下得了。接下来就是 CC 的，来 CC， 这也没有合适的。哎。这个，妈呀，张凯，我也是，喜欢呀！你懂啥？这叫时尚，再配上这个，我的妈呀！这一小身啊，你绝对亮死了！我再给你找双鞋，你就来这双今年最流行的大皮靴，这个适合你，对，这一套适合你。这个围脖非常适合曹敏啊，真的。你就来吧，你们不用笑，一会儿你们就看笑我就完事儿。我跟你讲，搭配这个东西啊，你要什么包、鞋、衣服，加上项链、耳环，全上来才有气质，知道吧？懂吗？这小碎花包适合真真这一身，你呢？这个无敌了，知道吗？谢谢谢谢。去吧，你们去找试衣间吧，我等你们。接下来让咱们一起见证才杀蜕变的时刻。有请一号女嘉宾闪亮登场。哎，对，这是2021年春季时装展。哎呀，我太有范儿了，曹敏，你穿出这种味道了，曹敏。有请下一位。哎呀，你看 CC 这个。俏皮中带着活泼，活泼中带着可爱，真的 ，CC 感觉多好啊，多棒啊，比你平时穿的好看多了 ，CC 就是大腿有点粗。最后有请张真真登场。哎呀，张真真登场啊，张真真。好，当真真成功驾驭了。啊，40岁妇女的范儿啊，张真真是2021年春啊。行了。好，走，阿珍先走，一起走。我在这儿盘腿坐着，攀沙都不知道跑哪去了。哎，回来了。我等你仨的呗，太慢了。我来一人买了个大红色的。你看，是我给你仨挑的。才不是。我挑不好吗？一点你们都不懂时尚，真的，真不懂时尚。我一点不撒谎 ，LV 请我去当设计师，我都给推辞了，没搭理我。
我吹牛逼他啥没搭理我，能不能下次我再吹牛逼的时候你们配合我一下子。 CC 还想玩点啥、啊、开心不逛呢？开心呢。 CC 两大开心点，一个是玩，二个是吃。我真成拎包小弟了啊，你仨溜达的都逛几个小时了。买奶茶喝吧。行啊，买点奶茶喝呀、啊、我都渴不赢不赢的了。这仨人我拎包你仨不等我一下子，寻思啥呀？寻思哎哎呀，塞衣服上了。没啥东西哈，怪我了，太莽撞了。主要我拎太多东西了，才着急呀。我这小老弟儿当的挺明白啊。走 ，CC 呀、啊，你走了以后啊，可就没有这种场景了，没有我这么帅的帅哥陪你逛街了，还给你拎包。行了，走吧，咱们去吃饭去吧。吃啥呀？热锅，走，我买单。你这一天给我逛，腿都快给我溜直了，可算回家了。真怂啊！你们挺喜欢逛街是不是？就是啊，是不是？我得给你们挑那衣服多好看呢，咋不买呢？买也穿不着夏天的衣服啊！我带信呢，你们一点都不理解时尚。不过今天晚上这火锅挺好吃啊、哦，吃的我直打嗝了。不是你进屋啊，你干啥呀？这咋的了 ？CC 呀、啊，白天逛街前还老开心了呢，这怎么一逛完街吃完饭怎么蔫不了呢？拉了个大脸。咋了？你是不是回忆起咱们愉快的时光？感觉要走了，有点伤感呢。现在吃饭的时候，我妈给我打电话，然后说我爷生病了，爷一直对我都可好了，他一直都惦记着说我找对象这个事儿。他有病，我心里老难受的。刚才我还寻思，我跟我妈说我有对象了，骗一下我爷，他心里能开心点。那你意思就是你爷想看你有个男朋友是吗？我就想让他开心开心。不行，你找个人假装呢。上哪找人假装去啊？我干啥呀？这不现成的吗？不行，不好吧？你是我能不行了呀？冒充对象，他妈欺骗了吧？那不行。不是，你这是善意的谎言，对不对？百善孝为先，最多让老人开心呢。谁行吗？要不试试吧？我跟我妈视频，然后让我妈跟我爷说。那我也算是助人为乐了。那我现在跟我妈来。没问题，哎，这玩意儿能帮我倒没事儿。真真都说行了，那肯定就是没事儿了。你这走有点紧张。你就正常发挥行，你的嘴可以。给你妈打视频，你妈当时在没相中，说这啥玩意儿啊？这找的。问你啥，你就挑好的说就行。行行行。哎妈，干啥姑娘？之前你不一直催我找对象吗？其实我有了，我都处挺长时间了，但是我一直没跟你说。你看，我给你看。哎，阿姨好，阿姨。啊，这孩子还挺好的啊。哎呀，阿姨，你身体挺好的，阿姨啊。啊，挺好的，这他家是在哪儿啊？问你家住哪儿的啊？我阿姨，我吉林的。你俩认识多久了？三个月了。那怎么总举个手机干啥？阿姨，我那什么，我这个拍小视频记录我们几个人在一块儿的生活。长得挺精神是不是吗？长得还可以。谢阿姨夸奖啊。我姑娘小，那个做什么事儿多担待一点啊。你放心吧，阿姨，没事，挺好的。C C 人特好，可开朗，对我也好，我俩在一起挺幸福的。啊，阿姨，你放心吧，我以后会对 CC 一直好的。你看、这回你看就放心了吧？你看，我们今天刚出去完回来。阿姨，阿珍，挂了，我挂了啊！哎呀妈呀，我手心都出汗了。我这颗心，我从那是悬人。这要是真是我对象，我领回家了，那不就成真了？会有的，你会碰到比我还优秀的。你下回有事儿你就说，对不对？咱朋友这么长时间了，大家能帮忙就帮忙，你还自己闷着干啥呀？那你回家是不是就为了看你爷？我想回家多陪陪亲人，就觉得给他们时间太少了。反正也是没毛病，但你还没办法，这个东西吧，你要想挣钱就得往出走，搁家吧还不好挣钱，所以没招，年轻你还得出去闯，所以这玩意儿真是很忙，就看自己选择吧。那行吧，进屋吧，累一天了，正好我收拾收拾，把衣服洗了。咋你啥还唠会儿啊？啊，我这鞋啊，真真给我买完之后，我都干啥干啥，把鞋往里放啊。那咋的了？这不洗衣机吗？都能轮吗？到时候一准就轮了呗。你坐着呢。啊？洗衣机能洗鞋吗？那有啥不能洗啊？大哥，俺们都用洗衣机洗衣服，你把鞋扔里了。我鞋也不埋汰，也不臭。不行，赶紧把你鞋拿出来。那都有细节。那我自己也不给刷呀。哎呦我的妈，你懒死了，送楼下刷呗。那不得花钱吗？送楼下花刷。我们仨教你刷行吗？你就蹲那儿，我们仨我们一站。那行吧。给拿盆啊，给拿刷子呀。哎呀，那端来了，哎呀，谢谢三姐啊，辛苦了辛苦了。放这儿，那块儿是暗黑，啊、太黑太黑了。我蹲那嘎刷就完了呗。嗯，啥意思啊？给我也刷了吗？我们教你顺道做饭教。我会刷，我又不是不会刷，我就是懒得刷。行了，我给你刷了吧，闻闻臭不臭。到 CC 公司了，哎，要回家了。之前送他上班没送成，这把接他来下班，就说这等他一会儿，一会儿他就搁这儿出来。这咋还不出来呢？都等两个来小时了，太慢了。
要出来了，猫起来吓他一跳，哎，他没发现，哎，怎么了？他来了吗？啊，我来接你下班来了吗？哎呦，我的妈，吓死我了！给你个惊喜嘛，是不是？我等了你两个多小时了，大姐呀。那你咋不跟我说话呢？我不寻给你个惊喜嘛，就没跟你说嘛。我寻思我这两天回家，我把工作交接一下子，都交给他们了。这在底下给我冻，你这大长鼻子，外边都冷。可冷了，冻懵了都。对，算是你走之前给你最后一次开心了。估计他们也都车来了，车来了，终于到家了。哎，那是不是真的？有了。Hello， 你咋今儿下班也这么晚呢？我出去跟同事吃饭去了。你俩咋一起回来了？这不 CC 要走了吗？我前两天送 CC 上班没送成，我今儿去接他下班去了。那正好，走吧，走到大门口碰到你，也相当于接你了。哎呀，还一举两得呗。那可不，趁你今天状态不是很好呢。很好呀，没有不好呀。没有就行，走吧，上楼。你提啥呀？到家门口了，还差这一会儿了。别着急，别着急。哎呀，咱俩一起回来了。啊，这撞着了，不行，我有点难受。你们先唠会儿吧，我进屋了啊。咋的了？咋的？我有点难受，我好像感冒了。你是不是冻着了？嗯呐，我刚才接 CC 的时候耐焦了，在外边站了两个多小时，没冻死我，我好像有点感冒。你先盖上被子，把裤子打开，我去给你拿点药。躺一会儿，没事，不用拿药。曹敏，你去喊一下 CC， 让他来看看我。我接他感冒了，你赶紧让他来看看我。快点，不用拿药，没事，我躺一会儿就行。我就给你拿药啊，预防一下吧。快点，我躺一会儿就好了。哎呀，你咋回事啊？难受啊！看我就说你嘚瑟感冒呗。啥呀？最主要的还是你之前跟我说你不过年不回来了，我就一直都上火。这两天再加上今天去接你挨冻了，是火上加火呀！我现在嗓子都说不出来话了，我太难受了。哎呀，别难受啊！我跟你说实话吧，我骗你们呢，就想看你在不在乎我，我年后还回来呢。啥玩意儿啊，谁谁？你是不是有病啊？那能不在乎你吗？那我都多在乎你了。你病好了？本身我也没病啊。套我话呢是不是？药拿来呀。你都没病，没病，那你给我整的，我也得喝呀。那你看你骗俺们，那你没骗我们啊？你不也骗我们的吗？要我说还得僵尸老的辣，我要不整点事儿啊，真套不出来你咋回事。果然很辣。真行啊 ，CC， 看我们这两天整的心情都不好。我就知道 CC 不会走的，不舍得离开我们。我不舍得他。他最主要的还是不舍得离开我。我不舍得他俩。哎，可别在那儿犟了。你没事，我不跟人待着了。你还不乐意了？我现在有点，我回去缓解一下，我有点没脸儿。啊？真的？哪呢？没事啊。来唠嗑啊。有啥唠呀？没吃饭呢，咱都刚下班，吃点饭呗，咱。我不吃了，我不饿，你吃吧。CC 要告诉你，你得点外卖啊。CC， 别给我装没心眼子啊。叫外卖啊，等你啊。今天干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，把我这屋子收拾了又收拾，然后我又把我这些旧衣服找出来，我准备给它捐了。张真真这衣服这也太多了，这放的走廊都是。真的？开什么？你开门。你看啊，你这走廊上这么多衣服，你屋里还有那么多衣服，你说你买这么多衣服你都穿不过来，你还不如跟我一起咱们捐点多好啊。我就喜欢买衣服啊。你这啥爱好啊，就喜欢买衣服。你买行的你都是穿的，有老多你都不咋穿，浪放那都浪费了。你这样我给你找点，你找点完了咱捐上行不行？我看看啊，你瞅你这衣服再说。选选好吗？我看看这是啥玩意儿。哎呀我的妈，这是啥衣服啊？这是小裙子。这是露前面还是露后面的？这是、啊、肯定后面啊，这是去海边的时候。这不行，这拿这根本就不实用，这衣服。我看还有啥。嗯，还、哎、这个，这是啥玩意儿啊？这刚我二姨穿的了，真的，我二姨都不穿这。这个是潮流呀！你这啥潮流？这啥玩意儿啊？这是的。这我穿可好看。我都不知道这种衣服该怎么穿。你捐了，捐了，捐了。不行。我那还有啥布？啥布啊？真的，你这些衣服都有点不实用，捐出去人都没法穿。你找两件实用的吧。我从我拿两件毛衣。你有啊？那行。好了。那给我放我这屋，我这都叠好了，给我就行了。我先放这，一会儿叠的，我看看他俩去。走，你跟我去。走，嘿嘿，佳佳，干啥啊？这大伙儿都过年都在这折腾衣服呢，收拾屋子呢，你干啥呢？我收拾，把我衣服整理整理吗？我和真真一人捐了点，看你衣服也挺多的，这个就这个棉服。这冬天穿的，你拿着干啥？现在能穿？拿完我穿啥呀？没穿的了。这个啊，反正我也不穿了。行。这个吧，还有没有、这个这是啥玩意儿啊？这是吊带儿。这要裙子，你还穿裙子？我咋没见你穿过这玩意儿呢？
我瘦一下穿的。哎呀，这家还挺性感小心。哎呀妈 ，CC 还有性感的一面呢。你跟张真真，你俩差不多，你也别笑，你俩都这玩意儿。OK， 拿走了，来看看曹敏，来，曹敏，开门来。我们捐衣服呢，你有没有啥衣服要捐呢？短袖。行，拿来，都拿来。这个，哎呀，行啊，你看曹敏这个实用，咱别说别的啊。等明天快递来，我一准这个都给他邮走。张超，啊，吃点东西没？行啊，吃点东西。饿了啊？啊，吃啥呀？吃菜还是吃火锅啊？吃火锅，啥都行。你点吧，你看着来吧。OK。你这叫的啥外卖呀？还没到呢，我都饿了。别急。哎，啊、我去拿那啥去，拿麦片去。行啊，不是你们平时买衣服的风格也太奇葩了。那你们喜欢的明星是谁呀、啊？魏晨。你提到魏晨，你可激动了。真真呢？我小时候的那个女神刘亦菲。曹敏呢？我喜欢陈冠希啊，陈冠希也挺帅啊，猜到了吧？真挺帅啊！魏晨自帅，你喜欢谁啊？我呀、啊，我女神柳岩。你为啥喜欢柳岩？你为啥喜欢柳岩呀？柳岩不光性感，还很可爱。哎呦！哎呀妈呀！受不了了，受不了了，赶紧吃吧。外卖到了。